率都排在国产片前列，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而这部电影的导演竟然是实力演员朱时茂。其实近几年来，朱时茂已经慢慢从台前隐退到幕后。这次导演的《胡杨夏天》是一部爱情喜剧片。作为导演对这部电影的期待，朱时茂坦言就是希望观众能够满意。如果大家看完了这个电影回去之后还能够有一点启发，对我们人生更多一点领悟，对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更多一点理解，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一些这个笑的感觉，能够让我们的观众满意，这就是我做导演的一个最大的梦想和愿望。为了给观众呈现更好的画面，剧组转战北京、新疆两地，导演朱时茂也为了拍好这部电影吃了不少苦，尤其是在新疆的沙漠，朱导挑战了一把沙漠赛车戏，唯美的背后都是艰辛。因为我们在新疆这第一场戏有上百辆汽车啊，那么啪一下跑过去之后，你要把它召唤回来的时候，你想要花多长时间，一出去就是十里八里就出去了，一百辆车拍摄起来比一千个人还要难。付出就会有回报，现在那么多观众喜欢这部电影，朱导您可以放心了。乐翻天综合报道。坦白电视剧《勇敢者》，曹真一人分饰两角，挑战大，两个人的情绪的宣泄方式表达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就每一个镜头我都要连演两遍。别走开，下节更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好吃好给力玻璃海苔点心面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我是蜗牛。是的，我是小鱼金星辰。这几天呢，我们乐翻天连续为大家播出了谍战电视连续剧《勇敢者》的大探班。是，从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呢，为大家呈现了很多地方的民族特色，同时呢，也为我们展现了演员曹真他在片场磨练演技的一个心路历程。是，说到曹真呢，这一次剧组也是给了他很大的一个创作空间，因为他要一人分饰两角，很大的挑战喽。在一部戏里，一人分饰两角这种角色设定百看不厌，主角一个人撑起一部剧，自己和自己飙戏，观众看着也是挺带感的。那把您当过新疆宝贝的什么枪？九五式，没错。那把枪并没有丢，就在这间屋子。这个人能买通我的副手给他做伪证，难道就不能收买一个家丁或者是丫鬟，事先帮他把枪藏在包里吗？从影多年，曹征出演了多部脍炙人口的影视作品，从《红高粱》里头号反派钱玉郎，到《芈月传》中风流好色的楚怀王，曹征演反派演得入木三分。而这一次在电视剧《勇敢者》里，曹征首次尝试一人分饰两角，不仅有他驾轻就熟的反派身份陆天琪，还有一个抗战英雄身份的李想。今天拍很重要的一段是，就是正面和反面的双胞胎兄弟辨真假，一正一邪，对曹征来说，这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其实你要准确来说的话，他这个反一，他中间好长一段时间有间歇性失忆症，他还有一个失忆的一个状态，那等于是另外一个人。除了佩服曹征精分饰的演技，想必观众更好奇的是，这一个人究竟是如何拍出双胞胎的效果呢？很多场戏是正反两个人都在，这场戏两个人的情绪的宣泄方式表达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就每一个镜头都要连演两遍。是的，在一部一人分饰两角的戏里，一般有两种情况，第一，两个角色同场不同框，这就要求演员演完正面角色之后快速改装，再将反面角色演一遍，而此时要求演员走位时能尽量准确地卡在点上，这其实也是有技巧的。你演的时候用余光稍微瞄一点，不经意的就是在环顾四周的时候不经意的低头，其实是瞄了一眼。当然在实际拍摄的时候，另一个自己有时候是由替身来演的，这大关系用的时候对词儿。说完两个角色不同框的情况，那么这第二种情况自然就是同框了。像这种戏啊，同场不可怕，最怕的是同框。比方说这个画面，咱俩现在这个姿势，我把我演完之后，一切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动，就连这个桌布都不能动，然后我再换成你，再坐到这儿，等于这边是空的，我自己在跟空气演。最后他坐到一起之后，就是我自己在跟自己演，因为那个你完全没有对手，而且我的行为我一定要确保我不能碰到你，因为我如果碰到你的话，反过来的时候就没有人来碰我了，你明白吧？就限制很大对你的表演。简单来说，当一人分饰两角需要同框时，先一个人拍两个角色，其中一段在蓝布前拍，然后用电影制作软件里的抠像特效把两段拍好的视频重叠，这对摄影和演员的要求都是特别的高啊。实不相瞒，很多次都是如履薄冰，不知道我要怎么演，但喊了预备开始之后，当我看到了某一个人，就突然间他会再出来，我觉得这是多年的储备吧，还有我对表演这件事情的敬畏，让我还可以持续着往外掏我的真诚。
或许这就是一位优秀演员的自我修养，用最真诚的工作态度为观众奉献精彩优质的好剧。乐翻天综艺大片，欢迎到玻璃海的点心面娱乐显微镜环节。在这环节当中，只要您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拿到大奖了。那昨天我们问题的正确答案就是郭富城了，恭喜下的两位幸运观众获得由玻璃海台提供的礼包一份，还有呢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乐翻天为大家特别定制的手机充电宝一枚哦。好，我们再看今天娱乐显微镜的问题，问题就是呢正在剪彩的这个人是谁呢？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话，赶快通过微博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回答正确就有机会可以获得玻璃海台送出的礼包以及东南卫视的乐翻天定制充电宝啦。是的，今天节目就这样，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聚相会在娱乐乐。